大家好，欢迎嚟到新一集嘅相聚一刻。今日咧，我请到个特别嘉宾咧，就系 Lisa 同埋 Raymond。Hello， 多谢。Hello。咁咧咁短时间咧，又请我两位上嚟咧，就因为咧小妹本宮啱啱自己上完 QT， 咁啊覺得咧非常之 inspiring， 非常之有呢個啟發性，然後咧我記得好多嘢咁樣。係啊。咁啊，於是乎咧就請佢兩位上嚟咧，繼續咧去 QT 大家啦咁樣。好啊，好事嚟嘅。咁多謝你，多謝你。咁啊，其中一樣嘢咧，我覺得好 inspiring 咧，就係咧呢一個咁嘅圓餅咁樣。你嗰個銀色啊？純銀嘅嗰個係。純銀嘅係咪？咁樣，咁我揀金色，因為我好多純銀色嘅嘢咁樣。咁咧就好有趣咧，就係呢一個咧，其實佢有 QT 嘅能量喺度，即係 healing 嘅能量喺度。冇錯，係。不如你介紹下。其實我又講下。咁嘅其實我哋老師咧就係被稱為能量界嘅伽利略，佢就將好多嘢咧係俾我哋睇到嘅。咁其中佢早兩年做緊一啲實驗咧，係做緊一啲我哋人相信唔係好相信嘅嘢，但係個個都做到。其中一樣就係將意念擺咗落去，係將寄存咗喺任何嘅物質，包括塑膠啊、玻璃啊、咁啊冷銅冷鐵啊咁都得嘅。咁佢就做咗落去，咁咪跟住做啲出嚟俾人賣咯。咁你揸住佢，佢就已經做 QT 噶啦。佢可以幫助你療愈你個身體有唔舒適嘅部分。咁其實咧，所有嘢咧，你嗰日講完嘢，我突然間，呢樣嘢我知嘅喎，點解我忘記咗咁耐咧？就我就突然間記起咧，我以前係曉得咧幫人哋咧去教呢個 program 呢個水晶嘅，咁啊仲喺呢個大會堂咧就即係講過呢樣嘢添嘅，啊呢個沙田大會堂咁開班教過呢樣嘢，咁然後就我突然完全唔記得曬啊嚇咁樣。當你講嘅時候，我突然間諗起，咦係喎。其實我哋所有嘅嘢係可以 carry 能量，即係話嗱，簡單嚟講嚇，如果我同支筆講呢手好靚女啊，呢手好靚女啊，呢手好靚女咁樣 ，OK 好啦，然後跟住咧我就交支筆俾你，咁我就好靚女㗎啦。然後跟住咧，阿Lisa 又好用心咁去聽，用佢個心去聽，佢會聽到我講呢手好靚女啊，呢手好靚女咁樣嘅，咁我就突然間記起以前我哋做過啲咁嘅實驗㗎，就係將啲説話記喺一樣嘢度，咁而嗰樣嘢甚至乎係唔需要係水晶嘅，係啊點解水晶咧係咁好用，俾人用嚟即係做呢個 program 咧？就因為水晶咧，佢係一滴一滴一滴咁樣，滴少少滴少少，然後積累咗唔知幾多千年幾多萬年，又或者用啲好多石咧嘅地球個壓力咧壓壓壓壓壓壓咁樣。譬如我呢啲水晶啦嚇，佢係經好長年累月嘅時間咧，係即係去形成嘅。所以它自自然有一種靈力在這裡，有一種放大的效果的這樣。但是事實上呢，你可以對個杯這樣做，你可以對支筆這樣做，而甚至乎呢，你我們家那個沙發啦，我們的牆啦，為什麼人呢，你的車啦，那些恩愛的人呢就永遠是恩愛的，因為他家裡很多愛的能量。為什麼佛堂啊基督教堂，即是你進到去你覺得這麼舒服呢，因為它裡面很多祈禱，很多嗰啲詩歌或者嗰啲佛歌嘅嗰個能量留咗喺度，所以我哋就算行入去咧，就算你咩都唔知道，你都會覺得舒服啊，好 relax 咁樣。咁然後跟住咧，我就即刻有錢，唔使講啦，即要啊！我之前其實買一個差唔多樣嘅，咁喺另外一間公司買嘅，咁我間嗰個我銀色嗰個都要2300，咁跟住咧我就呢個幾錢啊？佢話嚇。千二，唉，得啦，唔使諗啦，拎嚟啦，咁樣。點知仲有會員嘅會員節嘅，會但係你冇啊嘛，咁所以我話俾你知，你係要千二咯，咁樣係咪？咁係。我其實想講咧，我哋中國人也好，或者外國人也好咧，你一出世嘅時候，你爸爸媽媽都知道呢一樣，可以賦予一啲寄望或者一啲祝福喺一啲地方。你個名，我哋個名啊。改名咁咪要？你個名係足以影響你一生嘅。我哋中國人，我哋用翻中國人講先。點解我哋咁注重個名啫？因為佢代表嘅意義係對你嚟講有好大嘅影響力。咁可以一路顯化開去，所有嘅嘢其實我哋都相信。點解一張卡啊？咩嗰啲耶穌像嘅卡又好啦，佛像嘅卡又好，我係學習咗 QT 之後，我個腦突然間開咗。它真的可以的，它真的有用的，真的可以掙扎的，不好意思，真的可以放在那裡，所有其他負能量的東西不可以令到你有不舒服的， 是同一個道理來的。
係㗎，所有嘢特別人名啦咁樣。點解叫有人叫郭棟啊？阿郭亮啊？天佑啊？阿阮君啊？咁樣就是、因為你阿媽想你係國家嘅棟梁啦，係國家嘅良才啦，或者係温柔軟順咁咪叫軟君咯，一個女士咁樣啦，咁樣。咁然後最特別嘅咧就係、是、當然學咗好多嘢啦，兩日啦，兩個 full day 啦咁樣。咁我覺得最其中一樣嘢最特別嘅咧就係我突然間記起我係邊個。太好啦！我其實好多年前講緊。30年前，26年前啦，可能。咁啊，遇過一個靈性導師嘅。嗯。咁個靈性導師就話：你即係我啦。佢話：你係一個 born hand healer。born hand healer 即係話天生出嚟就可以用手醫人嘅咁樣。咁我嗰時仲戇框框，其實我跟佢學塔羅牌嘅嗰陣。係。嚇！30年前咧，冇文教嘅，都冇塔羅牌師嘅嗰個年代。咁我其實好早期係塔羅牌師嚟，後屘信咗教之後咧就。冇做呢個嘢啦，咁樣呢個下山五萬字啦，唔講。咁啊，跟住咧，咁呢位靈性導師就 ，You are born hand healer， 你可以用你手去醫人咁樣。咁我點醫啊？佢好簡單，你想象咧個宇宙個白光衝落你個頭度，然後跟住咧就充滿你嘅成個人，然後再喺落去腳，咁啊腳去翻手嗰度，然後跟住你就射出呢個白光，就擺喺個患者嗰度咁樣。咁然後跟住咧就最重要嗰樣嘢就係集中精神。唔好諗呢諗路，因為一諗第啲嘢就斷㗎啦咁樣。咁咧我就咧，我諗點解我係幫 hand healer 咧？其實就個個咁佢咁講嘅，其實個個係嘅。但係因為我個人好簡單，好清心，就是、你話俾我知我係神仙，咁我就會自己以為自己神仙，咁我就會自自然然有呢個神仙嘅力啦咁樣。咁啊事實上就係咁啦。咁我就哇好嘢，我係幫 hand healer， 咁我周圍揾人醫啦喎咁樣。啲人話喂我腰骨好痛喎咁樣，我得我嚟幫你醫，我係幫 hand healer 咁樣。咁啊，擺下手喺嗰個就照做啦咁樣。咁啊，好就想象白光衝入去咁樣。跟住啲人話：佢話哇好熱啊，好熱啊咁樣。有啲就話哇好涼啊，好舒服啊咁樣。有啲咧就話哇入邊咧啲骨要自己重整啊，噼啪咁自己重整啊。咁因為我信啊嘛，咁我其實唔係我嘅，我諗係個天就藉住你，藉住我係再去做呢樣嘢啦。咁然後好多嘢我忘記咗啦。咁我曾經係用我自己對手咧，就加埋我自己的宗教啦咁樣，就醫我自己啲婦女病啦，斷肋骨啦，傷風感冒就仲更加易醫啦，就將隻手擺喺喉嚨嗰度咁樣。咁我做多樣嘢噶，就問下自己咩事喉嚨痛啊，咩事唔開心啊，我immune system down咗喎咁樣，有咩嘢係嚇食咗死貓啊，有咩嘢啃住啊咁樣。咁如果譬如我記得嘅話，就會。前日食咗死貓咁樣，咁然後就自醫自己啦，好快嘅，一陣間就冇嘢噶啦。但係你係出生就有天賦有呢個能力，有好多朋友未必有呢一個咁清淨嘅裏邊。所以佢咪話我係幫人 healer， 佢話但係其實個個都係，點解我係因為我好簡單啊個人，我都話你話我係神仙我都會信嘅。其實所以點解我哋啲學生裏面嗰啲十零歲嗰啲係做得特別叻㗎？係啊。我哋好多個。我懷疑分鐘，如果細路仔可以學嘅話，細路仔仲快，會好快，係。因為細路仔佢嗰個嗰啲邏輯思考冇咁未開始。我哋如果同細路仔講，個個都信自己係 born hand healer 啊嘛。係啊。係啊。係㗎。係㗎。嗰啲大人本來都係，不過佢唔信啫。點解大人要嚟跟你上堂咧？又要一級級咁學上去咧？第一唔信啦。第二就係唔信同埋唔信咯。其實佢哋要聽啲。他以為明白的東西，所以我們很努力去找一些他相信的說話去騙他。所以我覺得你兩個很偉大的，其實我坐在那裡見到兩個，我就說要說到這樣，然後還有人問很多問題，我都說、你不是吧，已經的公仔不止畫到出腸了，連那些腸裡面的毛都畫大了，還問，那我就發現、真的要將它變成一個 course， 甚至乎四個 courses， 然後跟著真係嗱，呢條係腸啦，呢條係腸入邊條毛啦，條毛上邊有個細胞咁樣，跟住仲要滴血，最緊要要滴血。其實咁嘅，我哋祖師爺嘅工作坊咧係一張 PowerPoint 都冇，佢淨係坐喺度講嘅啫，連所有其他嘅嘢都冇，佢淨係坐喺度，所有嘅同學坐喺佢前面，佢就講嘅啫。因為可能係大家生長嘅環境唔同啦，文化背景唔同啦，同埋喺我哋香港嚟講。
我哋前嗰兩集我哋都講過，當我哋一接觸到 quantum touch 嘅時候，我哋有一個心願係想將佢帶俾好多人，同埋帶俾一啲比較落後地方嘅人。你諗喺香港咁多文化背景，咁多可以得到嘅資訊，佢哋嗰個 blockage 係現代嘅科技嘅一啲阻礙。而在一些比較偏遠的地方，他們更加沒有其他的想法，他只是自古傳下來怎樣就是怎樣，會是 一樣東西。反而在偏遠一些的地方，我們要做這件事是容易一點的，就是說要將量子共振，就是 quantum touch 帶給他們是容易一點，因為他們接受天地的東西多一點，而現代人接受天地的東西是難一點的，因為有太多很 update、很 modern、很現代的知識在他們的腦袋裡。現在其實是一種輔助的方法，你可以最重要的你可以止痛先，最重要的你可以有什麼事自己幫一下自己先。我們經常都說的，如果你真的要看醫生，你千萬一定要看醫生，你不要因為你認識了量子共振你就不去跟隨你的 醫生的專業建議，你是可以輔助讓你好得快一點，健康好得多一點。好像你說你的肋骨有問題，醫生說要一個月、兩個月、三個月三個月，那 你自己那時候不是用 QT 啦，你那時候用其實不是 QT 咯不就是 QT 咯，你叫什麼名字都可以的。因為我信我自己是 Born Hand Healer、啊、然後呢我們又有這個少少宗教的背景樣啦，那我就記得呢曾幾何時呢就去踩單車，那天是天雨路滑，就兼夾後面就有個皮夾，我很難玩即個皮夾我都不要理會踩單車，那就放皮夾在單車上，誰知真的呢就跣低了，就嘟嘟嘟嘟嘟噼啪地我跌落地，然後跟住我就聽到啪這樣，那就咦閉，我裡面有東西爛了，爆了個結，還是個櫃後面有東西爛了，有什麼爛了呢？那我很快知道了，因為我起不到身，那我就咦為什麼睡在地上起不到身的，這樣很痛，一起哎呀哎呀好痛好痛，那我都是以為可能有東西瘀，即是雜瘀了這樣而已，咁啊，後邊有啲人嚟咧，我就唔該靚仔，可唔可以扶一扶我起身咁樣？跟住佢哋就扶我，就係喐唔到就咁樣，咁啊仲要踩喎，係仲要踩啊你，咁你成班人咧，你冇理由咩？但係嗰時唔知自己斷咗，到食飯嗰陣時候，越嚟越痛啦，越嚟越痛嘅咧咁樣，咁啊跟住咧就翻屋企啦，咁啊第二定第三日頂唔順啦，就去照 X-ray， 就講完條肋骨嘅尾耳嗰條咧就係劈啪咁斷咗出嚟，咁我嗰個女仔話。小姐，你斷了喎，唔係裂咗喎，即係裂咗就係咁嘅啫，就冇咁痛嘅。咁但係斷咗就好痛。如果你有斷過肋骨，話俾你真係痛到你難以形容佢，點可以咁痛嘅咧？只係斷一條啫喎。如果啲人打交咁樣打落去，斷幾條嗰鑊，哇！咁咪超痛係咪？好痛。咁咪點咧？痛到個地步咧，呢手係廢咗直頭，係但手唔係冇力嘅，而係因為你一喐佢就痛到黐筋咁樣。咁啊喐唔到啊！咁啊仲要咧咁樣擺喺手度，喺個台度，咁啊喺度打電腦咧。譬如你要喐個老鼠仔，就要咁樣，咁樣，然後跟住咧，然後先咁樣再逐寸，跟住咁樣。總之件事就係咁啦，咁樣。咁啊好痛，瞓覺又瞓唔到，因為一瞓覺一喐就又成個痛到醒咗咁樣。咁啊去廁所又唔方便，沖涼洗頭唔方便，刷牙又要咁樣樣，咁你攞唔到隻杯咁咧，咁樣跟住。總之好似廢人咁樣，好啦。有一日我喺個公司度做嘢，咁我落去八點零鐘就食完飯啦，咁樣我突然間諗 ，Oh shit！ 如果而家有人打劫我，或者搶手袋，或者拉我後巷嘅話，我咪 PK 咁樣。因為我自己咧就學過綜合武術嘅，叫男帶，咁啊男帶畢業噶啦，即係如果打上嚟就毀啦咁樣。咁但係有人嚟喐刀喐槍，咁我就你想點你講。咁我突然間發覺，咦？因為咁痛，如果而家人搶我嘢嘅話，我就冇辦法啦，冇辦法噶喎，即係用指甲都唔得噶喎咁樣。咁啊，突然間咧就好冇安全感。咁啊，翻到上邊咧，我就諗，唉，唔緊要，自己醫自己啦咁樣。就所以我哋用得多咧，都唔會再諗嗰個步驟就是白光進入啦，然後充滿全身啦，跟住喺個手射翻出嚟冇噶啦。一禮就禮噶啦，好自然噶啦，即係好似你教咁樣，就係你唔會由頭諗一次噶嘛，隻手落嚟係噶啦咁樣。咁我就話：，唉，而家奉耶穌基督嘅名，我吩咐呢條肋骨黐翻埋去，回復翻個原先嚇、神創造我最完美嘅模式咁樣。然後跟住咧就，唉，好啦，咁啊做嘢啦，咁啊又係咁啦嚇。咁啊做做下咧，手咧就喺度做緊嘢咯。咁我就突然間係去到十點半咁，
喐得，喐得喎，唔痛嘅 ，OK 喎，咁樣，咁啊講話翻去咧就冇咗八成到啦嘅痛，然後再過多一兩日之後咧就冇咗九成五，剩翻可能兩個 percent， 剩翻2% 嘅痛啫，已經可以換衫啦、沖涼啦、洗頭啦、煮嘢啦咁樣，咁然後我上 QT 嗰時候我就，原來我識嘅喎，原來我識嘅喎。其實你講嗰啲咪 QT 咯，只不過你多咗個步驟，即係腳嚟光啊，然後跟住點樣即係噴出嚟啊，咁我哋就頂落嚟啊，冇所謂啫。其實無論點講都係光噶啦，係咪？其實點講我哋都用能量啦，叫做有啲人叫光啦，有啲人又會用第二個名稱稱佢啦。咁其實係能量療法啦，我哋叫做治癒嘅能力咧。如果香港都好多啦，好似長江嘅手療啊，或者有其他嘅門派都會有嘅。咁係絕對可以做到一啲你思維以外嘅一啲改善你身體嘅一啲狀況，係絕對可以。其實萬法不離其中，只不過你有冇方法從最基本可以學習到，讓你記翻你自己曾經識呢樣嘢，呢樣係最重要。咁我就突然間記翻起好多好多以前嘅陳年往事咁樣。有咩好嘢又記得？咁啊，一來就係呢個 pendulum 啦。咁我就記起啊，係喎，其實你屋企係應該乜嘢都去 program 下佢嘅喎。即係譬如係呢個咁樣，如果係財富呢個好多嘢入邊嘅，其實財富啦、人緣啦，仲有咩啊？佢嗰陣時啊，師傅講咗好多嘢，即係砌呢個Crystal Forest 呢個水晶森林。嗰個師傅講咗好多嘢俾我聽嘅，佢話啊呢個係招財啦，嗰個係人緣啦，呢個唔知擋咩煞啦咁樣嘅。所以會址開咗三年幾，就嚟四年咧，都真係風平浪靜嘅。兼得我哋啲冷精都冇乜生意做咁樣，都依然係風平浪靜。咁其實咩都可以 program 咯。第二就係可以自己醫自己咧。咁我就諗翻起好多嘢嘅，譬如耳垂唔平衡啦，因為 Raymond 咧，即係我上堂嘅時候，Raymond 差唔多係90%得你教啦，係90%佢教得。咁我就突然間諗翻起，咦係喎，因為嗰陣時咧，我點解我覺得啊嚇，點解佢嗰個嗰時嗰個老師話我係 Bond Hand Healer 咧？因為我真係好清心，好簡單，你話我得我就信。所以佢話我係神仙，我就信咗自己係神仙。然後跟住，既然我係神仙啦。咁我使乜局限？我要醫咩咧？咪乜嘢都可以醫啦，係咪？咁樣咁然後咧，咁我就因為你成日經常 repeat 嗰句，有咩可以做，有咩唔可以做？你問乜鬼啫？你咪做下咪知咯。其實最難嗰樣嘢咩咧？就係、是、信。係。所以點解你要化成一個四個 course 嘅課程咧？就係、是、因為你要將佢理性化，先將啲好簡單嘅嘢理性化地化開佢。然後俾佢哋吸咗之後，又再變翻還原翻，係啊係啊係啊，感覺自己係神仙啊！因為我哋有好多你正如你上個班咁啦，我哋有好多同學講，我哋嗰個範圍啊好廣闊嘅，有好多朋友係未接觸過呢一類型嘅講法，或者佢哋完全唔知道有咁嘅可能性。是非常之理性的一些朋友嚟嘅，咁喺當一啲喺整班人裏邊有啲好似 Esther 咁，哇！我哋一嚟已經因為 Esther 喺度，我哋一嚟已經講過你哋如果學過好多課程嗰啲同學咧，都係放低先嚇嚇，即係放低曬你學嘅嘢先啊，睇下我哋呢一個技術係點樣可以持續落去做咗一啲乜嘢嘅練習，可以令到你提升少少。哦、我唔敢話俾你聽。我是超級無敵的 professional 學生嚟嘅。係啊，我哋相當就係。點解阿華生咁中意我咧？就係因為我上任何堂咧，我係零咁行入去嘅。哦，呢個真係 Esther 好犀利。即係我係冇出過任何一句聲去表現自己任何一樣嘢，完全係冇。佢冇秒嘴啊！我發覺佢點會秒嘴啫？我嚟學嘢㗎嘛。人哋咁渣，非常之好，非常之好。正常秒我哋啫，佢係唔係有啲問題我都有嘅，少少反眼你睇唔到嘅啫。嚇咁都要問唔係啊嘛？咁又係咁係咯。咁其實人哋喂咁我就身心靈咗廿幾三十年啫。人哋真係 people on the street， 真係一個好正常人、普通人咁樣。咁人哋咪就係問呢種問題咯。咁樣咁啊，又俾到我好大嘅睇法就係啊，原來兩個都真係好得下嚇咁樣。咁我嘅嗰啲就係咁噶啦。
咁好啦，咁我哋咧第一節咧就眨下眼演過。係啊，咁好啊。好，跟住落嚟啦，嗱，我哋咧即係喺 YouTube 嘅觀眾啦，咁你睇到呢度咧就已經冇得睇噶啦。哦。如果你想知道咧，我哋點樣可以用呢個 QTE， 我只貓啦，咁啊曾經有隻貓咧隻眼咧盲咗咁滯，咁啊醫生就話要掘咗出嚟啦咁樣，即係要掘咗隻眼啦咁樣。咁跟住當然我唔會肯俾佢咁掘咗隻貓眼啊，然後我就自己當年 QT 隻貓就 Q 到佢隻眼完全冇事。阿 Esther 將所有可以做嘅能量療愈都割乾佢做 QT， 即係多謝。其實咪就係嗰樣嘢咯，係嗰樣嘢，係嗰樣嘢。咁同埋點樣去即係醫自己啲婦科病啊 ，kit clock 嘢咁樣啦嚇，咁你就要入會啦，雙掌台。好啦，記住入會365蚊，抵到爆啊！好，呢一節係咁先，拜拜。